盖万民币，关怀金贵心要你。这是盖万民币，愿我心中妙地行。这是盖万民币，愿我心中妙地行。阴阳日月最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第二十六届所有贤士同修，今天是109年6月9日，就天水讼的卦象，我们以数取象。以数取象，宇宙之间的法则就是气，数象，数画在两则之间，而因和果，因果之间，这树，树有缘，缘是无量树，无量树的幻化。变化都在变，都在化。那么从因到果，中间必定有其他因素，那就是缘。缘会起始在哪里？在人的日常生活中，都会起始出来。所以，树，树木的树，啊，气数象。这整个经过的点点滴滴，人生也一样啊，从出生零岁开始到100岁，零岁到100岁中间的过程，这边是因阳，人的一生过程中，你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当你遇到不如意的，你怎么办？我们就要修忍辱，修忍辱。所以人在世界上一生中最宝贵的就是在因这方面，在因，因即变，因即变在唤醒我们的觉性啊，我们觉性因中有阳，阳中有因，在不如意中
还存着一点希望，我们只要自己把希望把它冲散掉，我们一定要往光明面来思考。所以你往光明面来思考，你就会充满一片的光明，就会幸福，就会如意。所以常常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是必然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他一句名言，他人生十有八九不如人意的，连国父他十次国命才一次成功，十有八九不如人意的这个也在告诫我们人民做人了解到我们在世间上生存不是只有我们个人生存，是整体的生存，而你在生存中是在调和。所以我们修道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修道，你在修道有八条路，就是八正道，八条正确的路。所以在零岁到一百岁之间，整个的人生有八个方向人生八个方向在易卦那就六个空间，六度空间。虽然是子午卯酉四个角面，但是它的形成是一个六度空间。前后左右上下 XYZ 1 2 3 4 5 6六度空间，所以才有六爻六爻代表的人的一生，从零岁开始到一百岁圆满了，然后转回来还是再从头来，这个就可以再启示我们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我去，往生净土极乐国。这个在提醒我们如何来面对人生的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八个点、八个面向就是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八个面相都围绕在我们人的一生。所以，当我们遇到人与人的冲击、人与事的冲击、人与物的冲击，那就有变。有话就是我们这一节要来跟各位谈的动变生克冲合里面的真实意祝福各位。
唯心闲事，各位诸王善知识。人在世间上，时时刻刻都在动，都在变。即使人睡着了，也在动，也在变。啊，有形的睡着了，无形的思想意识界、灵魂界也在动，所以我们才会有很多的梦，有幻化，梦幻醒起来了，什么都没有了，那就是动。动是外来的因素才会有动，有个自动和被动的动都会发生不同的反应。被动的反应和主动的反应，啊，那完完全全是两回事。啊，有如刚才我们班导师圆吾法师啊，跟我讲了一段啊，帮助同仁啊的成就的阶段啊，我们法师啊交代同事啊。要去参加博士的考试，读博士班，但是不好考。那么圆吾法师告诉他，你要考得好，一定要开发内在大智慧，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是到达内在大智慧的彼岸，那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啊。所以我们圆吾法师告诉他的同事，你要考试，要考博士，你就去考试的时候，你要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结果考上了警察大学的博士了。啊，接着后面，老公也是警察，也就一起按照这个方式念智慧咒。这叫智慧咒，智慧咒摩诃般若波罗蜜。结果呼吸都考上了警察大学的博士，现在呼吸在警界的服务都有相当的关阶。这就是被动和主动同时启发出来，被动与主动啊，被动呢，就经过圆吾法师啊指点他的念书方式啊，换下来自己主动的
来念这个咒，然后自己念这个咒的开发内在的智慧，所以由外而内，内在内，内外双修，就阴阳双修，就主动与被动，就是阴阳双修。所以刚才跟我说他两位啊，德意的以前的布施现在都升官了啊，这个是主动与被动，你有悟道，有被动进来的话，我们要主动去接收。可惜现在的人啊，一个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缺点，主动和被动都集于一身，那到最后都不动啊，这是人的优点也是缺点。所以我们六爻、六度空间、三次元、三次元、六度空间，三次元这其实开始啊，空间呢是果，果报，这是 X Y Z 一二三四五六，六度空间，三次元，三个开始。三次元，六度空间，六个空间，那就是我们的六爻啊，这个是非常科学的 一门学问。可惜我们社会上大众对这一则科学的理论不理解啊，那么六个空间，甲、乙也是有六个空间，六个接触点、接触面，所以有无量式的接触面，一直在相互的摩擦、撞击，而改变了方位。啊，改变了我们的思想，这人生最宝贵的啊时刻，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对于啊眼前所发生的事情，一定要去悟，为什么会这样？你悟不到，你就用《易经》啊，占卜来判断，动摇在哪里？动的就是你当下所发生的因缘果报的结果。祝福各位。启蒙的最佳读本《女娲娘娘的五色》。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无论人都有三次元、六度空间的结构，大到你身边周围的环境都有三次元、六度空间，小住我们的细胞也都是有三次元、六度空间，才能形成人的身体。那么会有六度空间，
的组合啊，那就是由动开始，你和空气的摩擦而产生的皮肤能量，那也是动。所以有动必有变，有变必有因，有因必有果。曾经我们一位老菩萨啊，他满口的四书五经道遍如流，我们非常的肯定和佩服老菩萨啊。在那个年代啊，教育文明不是很发达的时代，竟然自修四书五经啊，背得那么熟，滚瓜烂熟。有一天陪着孙子到仙佛寺来，像小孩子开智慧的时候啊，这个老阿公啊呢问了说，师父啊，这个孙子不想读书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我 找不出来到底有什么原因，孩子坐不住啊，也站不住，睡不稳，什么原因呢？我就跟老菩萨说啊，他有外在无形的力量进入那脑海到心田啊，然而触及到啊，他的身体的变动啊，这太极阴的啊，太极这人生有内在的潜能，啊，还有灵性，啊，思想，这是无量劫以来，虽然一点来表示，但是都是无量世的白点，啊，在人的心里、身上。啊，一到眼睛里所看到的万物，就产生喜怒哀乐。啊，这一个思维进入脑海，进入心田，然后去激发你内在的呢这点能量。啊，这个能量一激发出来，你这个能量就会在身体上乱跑，所以造成孩子坐不住。那么这个能量激发进来的有很多种，环境的诱惑啊，教育的诱惑啊，有内在本能所带来的诱惑。尤其我们人的守护神就是我们的祖先祖灵，祖灵就是守护神。祖灵守护神啊，内外来激发你没有感觉什么，事实上已经在经过
进入是意识田所反映出来的口口中，啊，就是主灵不安呐、啊。那么这老菩萨呢，突然间就想了，哦，原来是我的祖先不安啊，所以才造成孙子啊各种的动作都出来来提醒他。他说我悟了，谢谢年轻的师父，你的神学理论和科学理论我完全可以理解啊。那好，我回去会将祖灵的问题处理的啊，让祖灵没有烦恼。那刹那小孩子，小小的七八岁的孩子孙子啊，跟他说呢，你早就该来处理了，等到现在才要讲处理。八岁的小孩子会讲这些话是谁在讲？人都有守护神、祖先、祖灵不安，借着孩子的口来圆满，来唤醒啊，这个祖孙们对祖先的尊敬。那么这位老菩萨呢，啊，很高兴的说，我相信有祖灵了，不然我以为呢，啊，孔子所开示的敬鬼神而远之啊，所以我都闪得远远的。我说你闪得远远是你自己的思维，事实上你的祖灵都守在你的全家人的身边，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触发让你动内在的思维来表达祖灵的需求。所以我奉劝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你们对于十方善信大德的祖灵祖先的礼敬，一定要有相当相当的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来超度祖先，家里就会更平安了啦。祝福各位。咱一个人欠长内都足。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祝到流芳四个字已经道尽人生的整个的过程，从零岁开始，零岁开始一直往到一百岁为止，整个的经过都是在一阴一阳，一阴一阳，一阴一阳，啊，晚上白天都在唤醒我们的觉性，哎，所以中间是灵性，啊，所以从零岁哇一生开始，啊，到
最后一口气，哇，那安尼啊，喘不过气来了，再见了。啊，等到醒起来，变成在家里一昂一骨灰，自己就是变成一坛骨灰。那么骨灰无论大无论小，但是骨灰里面还有基因，灵魂灵性的基因在里面啊，这个是非常殊胜的灵魂学灵性学啊，这个是易经中的阴中有阳啊，阴呢就是我们的灵骨，一点白白的是灵性，灵性生命灵魂，所以我们记住，即使人死了火化成一堆白骨，里面也有灵性在。有如郑成功，他的灵骨在南投啊，延平靖王庙啊，在那里只是一个手指头，但是他在世间有修行，来到台湾受到万民的尊敬，而他的灵性灵魂与所有的百姓身中的灵魂将印心啊，印心结缘，印心结缘，三灵啊，就是非常的香火鼎盛。所以延平靖王庙在南投地区，若是哪一个乡镇干旱的时候啊，去请郑成功国姓爷啊的金身来到地方敬拜供养，三天后送回国姓爷的金身回本庙的时候，当地一定就下雨了，旱象解除啊，这个是国姓爷他的天威啊，他的天威的灵性与百姓我们每个人内在细胞的灵性合而为一，相互印心就觉明，所以就下雨了，我印证了好多好多这个道的启示。那么这是动就有变，人主动去请国姓爷啊，他的圣像神明来地方受供养啊，改变方位，人的主动性就
以国姓爷大神他的灵性活了唯一，这满众生的愿。所以我小时候啊，有这个有三次过了啊的体验啊，所以我就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以后想当像国姓爷那么厉害啊，走过了就下雨啊，啊旱灾雨就来了啊，我爸爸头家家的猫姐哦，你那人不输在想啥？哦，那是神的代志，咱凡夫都不可以乱说。所以我就虽然是年纪小，但是一记忆犹新，啊，就能够自认给天底下众生所需要的。那经过一岁一岁的长大，到了四十岁，一场大病之后，王禅老祖光降道驾慈航，啊，天人合一之后，王禅老祖开示，好好修，好好念佛，心存正念，啊，你会改变啊天气，改变人世间。只要心存正念，对众生有益的，那绝对可以满你们的愿。所以37年了，啊，王禅老祖的天威，我们依照老祖所开示的，大家修行，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啊，那么才能够得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天恩永续，天灾永续的本愿。结果我们所有同修们，你们也都同样做到了，因为你们的师父就是混莲禅师，混莲禅师的灵性与你们的心是印心绝明啊！祝福各位。各位微心贤士，易经的卦象启示，动就有变，有变就有生，就有克，就有冲和合。动变生克冲合是易经的最上圣精髓。六爻离为火，你动出爻啊，就变为火山旅卦。离为火，而你动二爻啊，就是火天大爻啊，第三爻动三爻。啊，一二三，动三爻变成火雷啊，火雷四合，所以六爻六个
动六火爻啊，都在变啊，变必有相生相克，有如动初爻是卯木啊，这个右弼鸡离位火六爻火，所以你动初爻就来生，来生火，木生火，所以它动有它的功能，但是二爻初爻动，二爻为丑土，那动是来克土，动来克土，所以每个爻的动，动必有用，有用必有吉凶，所以我们学习易经，不外乎我们的人生的行为行动，啊，不离我们身边的环境的改变，所以动就是环境的改变，一改变，有的好，有的坏，有如离为火，动出爻卯木，它改变了，它就来相生到第六爻，是火。啊，那么相对的，动了，它来克二爻，为土。啊，那么第三爻是亥水，啊，他就没有来生克，而是泄来泄第三爻，亥水来泄，啊，第四爻有金动了，第四爻有金。和他来相冲，但是被动得来克掉了，啊，那么到第五爻动的时候未土，那你出爻动要到第五度空间入木，入木你来克第五爻，啊，你就入木进去了，进入陷阱。所以我们的易经的用法非常的简单，但是你要了解这个要领，记住一句话，动就是在变了，有动必有变，啊，有变呢必有生，啊，有动必有变，有变必有生，啊，有生也有克，也有冲，也有合，所以光一个动就产生了那么多的关关卡卡，枝枝节节，啊，这即是动变生克冲合我们所要的了解的，又有如，火天大有，火天大有，好的，自寅寅酉比地。啊，你动在二爻，动二爻是木动，啊，四爻在第三，木动来克四爻，动出来为化丑土，那就变，啊，动了。
就是先会表达他的行为，所以动摇一动，他就来刻一排的，能够欺负的就欺负，不能欺负的他就不敢走。所以这个《易经》的奥妙，犹如如来开口啊！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我讲会讲得很慢，但是这个不离人世间的生活法啊，离开生活法就没有道可言，离开生活法啊，道是虚伪的。所以你有在动，一定注意它一定有变，有变有它的目的，是来生来克，要来冲，要来合，这都是我们研究易经和人事息息相关的真实意啊。我愿我们维新贤士同修，我们学艺要广义的来参解啊。那我们你学易经，你就做人处事可安心了啦。祝福各位。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